你讲。无啦，你误会啦，这不是我偷拍的，这是饭店的监视器拍到的啦。那你这摆提这罚款是什么意思？你想要威胁我？我若真正想要威胁你哦，我把这影片提出来的时阵，我就向你开条件。我敢有需要安尼好声好势跟你解释遐尼多？那你到底是想要创啥？我只是要跟你讲，好佳哉，我有回去饭店啊，检查因的监视器画面。啊，拄好，让我看到这段影片，我已经开钱啊，把这段影片买落来，嘛叫饭店把原始的画面哦拢删掉啊，所以你即马会当放心啊啦。既然拢已经删掉啊，是安怎你的手机啊内底也够？啊，当然嘛是为着要证明讲我讲的是真实的啊，唔只会专工提来互你看，卡免你会讲哦，我是空嘴无舌。啊，既然你即马已经看到啊，那安尼我就当你的面哦，啊删掉。想怎样？你是不是备份？我再跟你讲一次，我若是要利用这个影片来威胁你，我就直接安尼做。我哪有需要在你面头前先把这个影片删掉，然后偷偷把备份留落来？我那不是吃菜脯问导游？你莫叫是讲，你安尼来跟我讨公道，我就要徛你这边。你吃较歹。吴总啊！我从来都唔捌想过，想要利用这个影片为你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啦。古再讲啦，这个影片若是流出去，对我来讲嘛是无好处啊。我只是为了让你知影，咱两个人是徛江边的。既然我已经答应要替你保守这个秘密，那呢，我绝对讲会到，做会到。你要甲我讲的代志，就是这個。是啊，这么严重的代志呢。我当然嘛会先互你了解一下。那你我了解，要先等。啊，副总啊，为着这影片，我咧四界走动咧，走到我的脚强要断去安尼。你都看到我这么辛苦的分享，上无你嘛请我啉一杯饮料。想要领钱，给你点。陈东俊，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现在竟然还想要靠查甫人白去。原来天公伯伯爱收我，就是爱我来甲你收掉。你想要一步登天，我就让你下个嘴滚滚。过关了，过关了！哇，赞赞赞赞赞！所以今麦我讲的话，你都会相信啊？吼，相信，绝对相信。那你今麦敢有想要去升级一个更加刺激的 VR 游戏 ？VR？ 啊，迄我知影，迄超好耍诶！知道，另外一个包厢，我今麦就带你去抓两只大怪物。哦，紧紧紧，紧带我去。嗨，哦，鬼啊！紧过来，紧过来！不是你，紧走，紧走！不是你啦！你到底想要安怎啊？你即摆是爱我过去，还是爱我走？我毋是咧讲你啦，伊是咧讲我啦。虽然伊看会着我，啊，毋过听袂着我讲话。我讲的是鬼啦，伊伫遐。莫过来，莫过来！你若是讲白贼，是会互你讲卡哦。你是不是拄只个游戏，佮现实有袂清楚啊？你讲迄个鬼，敢会是
巨魔怪物。我无讲白贼，我讲是真实的。你鬼伫遐，查某叫你管。我真有听人讲，这个公少怀出意外了后，就跟那囡仔同款，伊即卖反应这么紧张，应该不是讲白贼。刚讲伊真正看会到无形的物件，无我来试看卖，看伊会讲啥。那安尼，我问啊吼，你是有代志要我甲你斗相共哦？伊顶头。那安尼，你就继续问啊。哦，你是爱我找人、找物件，还是讲找？一项一项，豆豆啊问，也那无伊乱去啦。哦。还佫有，你问的代志爱记落来。爱记落来。哦。你是爱我找人，是查某的，唔是查某，是查某的。哦。听因即摆咧无闲，我去甲陈东俊定掉。阿姨，你想看卖，这几年来，咱为着退爸甲七克用报仇，你付出偌济，我牺牲偌大。我是讲利用少怀甲这查某接触机会，若找出江超强甲这查某的死因有关系，安尼尴尬绝对重伤。然后咱出淡薄仔力，无得甲都有会当报仇。结果呢？你为着维护少怀，竟然怀疑我的用意。你明明就是无安好心吗？阿翠讲是要替恁爸爸个启用报仇，实际上你想要减轻少怀对你的威胁嘛？啊，若无，你若一直想要塞伊甲迄个查某鬼接触，万一闹什么事干差，你敢赔得起？妈，大伯哦，伊无这个意思啦。是啦，妈，大兄不是歹人啦，伊拄则是甲我恶露呢，而且伊嘛无讲唔对啊。我若是继续哦，接受迄个查某鬼，当甲咱兜斗相共，我会足骄傲的。少怀，为着你的身体着想，妈妈不准你哦，啊，凊彩来答应你大兄。哎呀，妈，我人着好好啊。我只是哦，脚手会冷叽叽，啊！你唔相信，我试一下跳舞给你看，啊！少怀，少怀，少怀，太晕去啊！伊真正去让迄个查某鬼啊，伤着晕去啊！紧叫救护车，紧叫啊！少怀，哎呦！喂，俊男哦，哥，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已派人甲大嫂为国外接倒回来，即马要为机场去实验室。你甲小妹接倒来台湾，咱无事先甲讲。迄个代志是我注意的啦，我是讲哦，小妹一个人留在去泰国，较无方便，我唔才叫俊男赶紧甲伊带倒来啦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呀！你看少怀有什么状况，再甲我讲，我会带俊男来过去关心。好了好了，你莫阁刺激少怀就好啊，紧去紧去。确实啦，你的气色真好，无亲像拄只坐长途飞机过来。你拄只有听弟咧讲无？为这生意咧给你照顾，我有信心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哥，新昌大嫂去病房安置好势啊！我只甲你讲，我研发一个新的药啊，应该对嫂的病情有一寡帮助。真实了，哎，真正是一个好消息。好了，那跟他讲。
仙妹，拄只俊男讲，你真有可能会清醒起来，你有欢喜无？照你讲，我嘛应该真欢喜。但过，我即马突然间有无同款的想法。像你看到不应该看的事情，嗯？各位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别动啊！开药，好，你别跟我骗了，这摆是上关键的时阵，我得要完成这伟大的天命啊！应该不是，真正是农民发作吧？不假，我不是。我不是刚刚派来救你的，哎呦啊，尤安，啊，啊，贾尤安，啊，贾尤安，啊，贾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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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，我真正是袂够，你安尼都去啊，我不是刚刚派来救你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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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来帮你搜救。什么时阵来？想袂到，你是真正认定他无钱了啦！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你怎么弄的？你有心啊！你真正有心啊！我是今仔去病检才知影，原来我是想要来讲一个好消息，想要讲竟然发生一件代志。凯勇，看在替咱囡仔这条的份上，你得老实甲阿姨讲啦，吼。不应该，这件代志本来就不应讲，何况你这帮有心啊，更加不应讲。小妹。你是怀宝，你应该徛我这边才对啊。杨哥爸，爸的路事我会好好安排。都是一切拢是意外。我嘛是为着要救启阳啊，爸绝对袂过啊。爸唔是常咧讲，伊看启阳比家己的性命搁较重要。小心点，这个秘密，就干咱阿母知影就好。你知影我这么大的秘密，最好把嘴闭起来。对我来讲，这是安全的。啊，不然你若清醒起来，把我害死爸的代志拢要压出来，安尼阿姨和俊男都对不了下我。既然咱家的生意讲有把握。虽然敢若七成，但不过我相信你尽全力做较到，所以啊，为着预防万一，我会派人给你定条条，你能尽快。